主料，例如350克，五花肉100克，炸腐竹150克，青红椒100克。辅料姜、蒜、酱油、盐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沙包至炉上，开火，将五花肉铺在沙包底部，放进鲤鱼，放上姜片，再铺上腐竹，加酱油，适当加点水。大火开锅后，用中小火煲，再铺上腐竹，加酱油，适当加点水。大火开锅后，用中小火煲。烹饪技巧，鲤鱼肉嫩，所以做这道菜的时候无需翻动，否则将鱼翻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